大家好，我是贤门文化。本期视频，我来讲解一个企业家的八字。这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有很多的财富，旺财的八字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：甲辰年、甲戌月、丁酉日。庚戌时，日元是丁火，丁火日元，丁火生于戌月，交天的戌月。戌时是晚上的8、9点钟，晚上生的火命。我们说。晚上，火命能够发光发亮。晚上的火命能够显示自己的能量，能够发光。一般火命人，要成功，要在世上留名的。一般都生在晚上，火命一般生在晚上，他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能量。火命丁火，丁火以金为宅，火克金，以金为宅，庚金，这个是宅。这个命，丁火命，火克金为宅，这是宅，宅旺不旺呢？宅下面有戌土，戌土，土生金，金有土生，这个日支还有酉金，辰、戌也都是土。地支是土金，戌月也是金旺，交天金旺，这个命宅旺，宅非常的旺，这个命而且日坐财，日元自己下面就是财，丁酉酉金，而且这个酉也是这个丁的。贵人，天乙贵人，我们说，丙丁珠玑位，丙天干丙和丁的天乙贵人是珠和玑，就是亥和酉。那现在它有一个天乙贵人，又是宅星。这个八字财旺，有贵人之宅。那么这个命既然财旺了，那身够不够旺呢？有没有自身能量足不足以承担这么多的财运，这么旺盛的财运？这个自己的命能不能承受这么旺盛的财运呢？我们看这个甲木，有两个甲木，木生火，而且甲是丁的正印，木生火，有两个甲木，生丁火，丁火在一个庚金宅，这也是一个辽东的八字，辽东。可以流动，没有堵死或者逆行，没有这个八字很顺，很流动。首先是木生火，火是命主本人，火有木生，命主身强身旺，
然后命主就可以克这个庚金，庚金四财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八字。好，我们通过看这个八字，知道这是一个财旺的八字，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星盘。这个星盘起盘的时间也是跟这个八字的时间是一样的，用两种方法结合综合来看比较完善一点。这个星盘我们先看命宫，这里是命宫，命宫的范围是这里，这里是命宫，命宫里面有什么星底？有木星，这个是木星。木星代表什么？木星是福德，代表的是福德，也就是福星。有福星入命，木星是福星，进入了命宫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星底，有福，有福气。然后我们看财运怎么看，这是财宫，财宫是水，财星在哪？财星就是水星，在这里。我们看这个水星是进入到了金宫，就是金，有金生水，而且这是太阳，这个太阳非常重要，太阳是这个盘的命盘的关键点。我们都知道太阳是能量的源泉，太阳是太阳系中的最大的最珍贵的星体，能量最大，太阳系里面所有的星体都需要太阳光的照耀，借日而光，太阳是能量的源泉，水星也就是宅星跟太阳同度，跟太阳引阳，靠近太阳，所以水星的能量被无限的放大。本来如果水星如果水星不靠近太阳，在其他的宫位，那么水星的力量就没有这么大。现在水星跟太阳同度，太阳的能量就直接转给水星，水星也就是宅星。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，这个盘能量最大的星体就是这个水星，水星得到太阳的能量的直接输入，能量非常巨大。好的，我们通过两种方法来看这个命主，每一种方法财的能量都很大，用八字干也是金很旺，就是财很旺，用星盘干财星水星的能量也很强。本期视频就讲解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，谢谢大家。